就会有传的活动现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方呢是远传甜心正在为各位展示最新款的智慧型手机。那当然，如果想要拿到我们甜心手上所展示最新款智慧型手机的朋友，活动结束之后呢，一定要赶快来到远传的活动现场了。我们在资讯展期间呢，为各位带来了最新最好用的3C产品，当然包括了我们的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电视，以及我们展场限定的独家优惠方案，都要让大家可以找到专属你自己的独特专属方案喽。留给现场的朋友十秒钟的拍照时间呢，邀请各位现场的朋友都可以拿出手机相机来拍摄我们甜心的美丽画面。那当然呢，我们在资讯展期间呢，天天都是品